俄罗斯总理普京的铁杆粉丝，曾当过俄罗斯版《花花公子》杂志封面女郎的玛利亚·科热夫尼科娃当选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。玛利亚今年27岁，来自俄罗斯名人家庭，她也是俄罗斯目前炙手可热的明星。科热夫尼科娃当选后表示，俄罗斯的未来是属于年轻一代，作为年轻人必须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。